死了我了。你那个样子不像哦。哎呀，那个不像嘛，我从小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胖了点嘛。说实话，除了这一点儿，我比那些年轻女娃子漂亮多嘛。你看看得起不嘛？哪能够看不起呀、啊？既然你有那个意思的话，我们是不是到街道去登记呀、啊？不行，我妈说了，要给我找一个捆两根皮带的人。两根皮带？我一根皮带，两根皮带啥意思啊？哎呀，难怪你是帮脑壳公司出来的人，脑壳硬是有点方哎。捆两根皮带嘛，就是解放军嘛。哦，是解放军嗦。哎呀，不要紧，等我报名参军。你等我两年哈。哎，你是哪年出生的哦？1958年3月8号。闯了鬼了，40-50岁的人了，还去当解放军？叫。我虽然老了点嘛，我听话噻，我老实厚道噻。你看你嘛，都恁大把年纪了，你还没有嫁出去。我也耍了好几百个朋友了，都没遇到你能够合适的。我看我们两个还是麻麻扎扎的把那个事情搞清楚算了。我不干。哪个呢？人家那么大个姑娘嘛，还是要考虑一下噻。那你一定要好好考虑，我一定等你。哈小帅，方总，那个水是洗手的。哎呀，老方，那个多香呢，你喝嘛。不，那里有水，那里有水。哎呀，要沸腾的，我那个凉快。方总，请。关于贷款办的事情，我们公司的意思你还如何啊？我不管你公司哪个想，现在我欠了别个的钱，你们不还我，我拿啥子还给别个呢？要说靠起壮来，我们两家公司的一把手都拖不到手，按规定呢都要下课。我也注定要下课，不过啊，在我下课之前一定要把你们曾经的拉在一起，那就是我的想法。你们公司要的钱对我目前来说数目太大了，我们就是有钱也一时拿不出来噻。所以哎呀妹儿嘞，没关系的，你先把钱拿出来嘛，有好多算好多，让我们老方把那关混过去再说噻。哈，要说拿钱呢，公司倒拿不出来。如果方总自己私下拿点钱的话，我们倒是没得问题的。私人？这个私人啥子意思啊？哎呀，私人就是个人，私人享用呢都是个人享用，也就是说我们要享用啊，他们就可以给。哎，老方，听得了吗？公司的钱拿来啥子？方总，我们给你的钱和给你们公司没得关系，我们欠你的好多钱照样是好多钱。你们给我钱？对头。跟公司没得关系？对头。而且公司的钱你们还是照样还？完全正确。他脑壳是不是有毛病了？哎，哪个呢？你想嘛，这个世上哪有
光给人家钱的事啊。这个白芝芝他给我一坨钱，哎，是你干不干？我凭啥子白芝芝的给你钱噻？对了，说一说，小姐，世界上还没得这本书卖。哎，方总，我不晓得你是真的不明白吗，还是装糊涂？我们给你这笔钱，就是希望你不要再催我们公司对你们欠款，这又不是白给的。嗯，如何？我就晓得这头有名堂。嗯，我不来催款，哎，我又拿啥子去还人家的账啊？那当时贵公司自己想办法了哦。那不得行，为了那笔钱，我们老方被搞得东躲西藏的，我们的娃儿还受了好多冤枉的气哦。你还不还钱，那不得行。算了，你不给钱我不收了。算账。哼，谢谢，3300。喊他拿钱。哦，喊他拿。谢谢小姐，总共3300。谢谢，3300。哼，等等，算账。老天，你我在街上相遇，一起到你那个朋友的公司，我才晓得那是方老哥公司。这些事情呢，摆在我心头也好几天了。我一直在注意那家公司的财务往来。你要是帮老方催这个债，有没得把握？要说把握，不敢说。只是啊，我们公司的人多，对负债的企业讨债的手段多一些。以我的估计，要想真的追回这笔债，不太有把握。不要紧，看在我俩交情的份上，还是帮老方的嘛。好吧，我先准备一下，如果能拿到承载公司的财务报表，我马上通知你。你就大胆的去办。另外，你说产生的费用全由老方跟接纳。不用客气，我们公司对于讨债的这个费用啊是有规定的。这个事情就请你费心了。那天我到方师傅屋头去，有点小误会。请你转告方师傅方师母，请他们原谅一下。没得啥子，老方两夫妇是大量人，再说不知罪不为怪噻。这回只要你给老方把讨债的事减损，他们不但不会怪你，而且还要请你到重庆大酒店海鲜楼去比喜的。他们太客气了。我还有采访任务，我先走了啊。吃了饭再走嘛。不，那你都慢走了。好，你这个事情呢，你还是好。3月份，我得跟你说话的嘛。扯过来哦，我得跟你说话。他还能像周润发？啥子周润发？我还像刘德华。周润发。我喊你在公司行吗？是喊你讨债的噻。你跑去干啥子？他跑去找妞儿。啥子找妞儿？都是耍朋友，都是闹别个姑娘。你晓不晓得？这就是美人计噻。算了算了嘛，他是单身打久了，有点遭不住了嘛。你少找话说，这些是大事情，你算啥坛子嘛？对头，我们要挥泪斩马。马大呆，马叔，你才叔。你以为今天是在唱戏嗦？要说啊，方大哥的婆娘。你说啥子呢？嫂子，对了，嫂子是说对了的。你们想嘛，方哥一天到黑有他个人婆娘收到，一毛儿倒不说了，他还没长心，不晓得世界上还有好多事情哦，我都不同，我比方哥小不大好多，你娃儿都恁个大了，我还没有结婚，还在打单身，所以说那会儿顺便找个婆娘啊，
也完全是正当的噻。哼，我又没说你不正当，我是说你不要把办正事和谈恋爱搅在一起。哦，你明白起是存在的美人计。啥子叫搅在一起？啥子叫美人计？要说是美人计，我也愿意中那个计。哎呀，方哥，我虽说在谈恋爱，但你那个钱我还是要给你追回来的。你放心，小娇都说了，对付陈经理的办法他多得很。是不是？你不要跟我那个算谈子哈。所以说啊，你都是不相信我。那一盘你不要说光靠我在讲爱，只要我恋爱成功，那也是给你追债的一个好办法。不相信你都看，我保证几天都把债全部追回来。追回来？你更是办得到啊？办得到。小娇说了，喊你明天下午在公司见面。让我去吗？我就去吗？我去。嗯，我去办正事，你跑去干啥子啊？你办啥子正事嘛？你想嘛，你在公司和小娇见面，不是都被陈晨发现了？嘿，要见面吗？你是我去噻。第一，陈晨根本都认不到我；第二，你个老头儿家，和一个小姑娘搅到一起，恐怕有点不合适哈。哎，南方，你说是什么？什么？算了嘛，别跟他谈正事，你都不要，你都不要谈到那了嘛。哎，你算了，等他去，婆娘见婆娘。双方心不慌。嗯，你少来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哈。对头，我晓得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怕我犯错误干嘛？嗯，记到哦，明天下午跟小娇会面。哎呀，记到了，硬是哦，生怕你那个破两招被个抢不起哦。你说些啥子哦？嗯来来来来，我给你看下手续。嗯，你那个是？走走走。干啥事嘛？讨厌！哼！管你！讨厌！你看哈。嗯。哎，你看到那个眼镜没得？在哪面？啷个的嘛？哼！哎！嗯嗯。嗨。这位就是赵小姐，是陈宅公司的收发室人员。哎，你好。收发室人员，你喊来抓子？老姐，你莫误会，他以前是方脑壳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哦，请坐，哎，坐坐坐。我是本想想装怪，搞得董事长对我一些误会，所以啊，暂时到了陈宅公司。哎，你那位朋友是？哦，我姓简。明德顺，在电台当记者。哦，今天啊，请赵小姐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陈宅公司债务上的一些问题。哦，抱歉，误会了。嘿嘿，没得关系的，我是经常都被人误会的。赵小姐，有关陈宅公司的财务报表，你把我搞到没得？搞对了。请你尽快地把它搞起来。有关价格方面的问题，好说好说。钱我是不想要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条件？嗯。它有啥子条件呢？如果说高了，我们恐怕办不到啊。它的条件很简单，它都是想再回方脑壳公司。我想你和方总是铁兄弟伙。你要是能帮他弄回公司的话，那方总要账的问题，材料方面由我负责。
你看怎么样？这个关于人事方面的问题，我恐怕还做不了方脑壳的主哦。那我们就免谈。坐到，请坐。老姐，这是关系到方仲要债的大事情，你还是帮他想一下噻。嘿，你那个人才怪哦，办得到才办得到噻，办不到鼓捣答应下来，将来喊兑现的时候还不是只有两个字。那个字算了，我不说。嘿，你那个人才怪哦，刚才说一两个字一下又不说了，我跟你说喊你快说。不你对儿童姑且那个样子，两个头儿谁都念得出来，那个样子我想说都不敢说了。对不起，我一时习惯了，改不到。请你说哪两个字。这个办不到，将来对不到现，还不是只有哦吼两个字。既然这样，那你们两个慢慢喝茶，我先走了。你们嘛，听我跟你说嘛，我说的办不到，不是绝对的办不到，主要是老方不晓得这个事情，我要应承下来了，心头也不踏实。我看不如这样，你还是先到城寨公司把财务表拿到手，如果我办得到啊，你就交给我，如果办不到啊，你就老母猪掉进另外找棵大树，你看这样要不要得？好嘛，我那个话都说得的，要说啊，我对方老婆公司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啊，我希望你那位朋友能帮我把那个问题解顺。他晓得我的名字的用意。哎呀，我说我一个人来，哎呀，你都跟着去做啥子嘛？哎，那不得行喽！啊，方哥跟我说了的，怕你一个人认不到王小姐，才非要喊我跟你一路哦，是不是嘛？那我跟你说哈，他是个下岗工人，一没得官帽，二没得油水，哎，他说啥子你都要听哦，你是个好伴儿啊？哎，你那个人才怪哟！我约的是方哥，你不但不让他来，还说我坏话，现在我陪你来，你心头有不安逸？我也不晓得啷个才把你捡得顺喽。站到嘛，我是说他捡得顺，自从方脑壳出事情以后，人影子都没得一个，你还提他，你说气不气嘛？我啷个跟你说嘛，我不是在提他，我说我来让你跟小娇见面，这才叫捡得顺噻。你都捡得出来，你都来了说啊，你是方家大嫂啊？你哪个认得到我啊？认倒是认不到，只晓得你是来找王小娇的。走，我们去找他。哎呀，拉啥子嘛拉？对不起，他能把我拽到去？对不起，我还没使劲儿哦。不晓得你弄个不禁的拉手。哎呀，算了，不说了，你去把王小娇给我喊起来。那王小娇啊？他都是王小娇。他是噻，我就是王小娇。你今早把我看了做啥子？未必我不强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你硬是不强。你那个人才怪哟。他不像，那你说王小娇像啥子样子？哎呀，哈本儿，听到王小娇那个名字嘛，都晓得都是那个瘦高瘦高的噻，眼睛都是
能个样子的噻，嘴巴哎都像恩特儿，哎能个哎呀，你说那个样子嘛，人生是没得的。哎，你说没得，我不能够见到过来。你看到过啊？那你看的恐怕是年画上头画的哦。对的，只有画才画得出来、哦、你说的那个样子。哎哎，错过了，我在跟他说话，不关你的事。哎，你来打啥子帮腔？哎哎，你就是要找个老婆吗？哎呦，找个好的噻。哎，我跟你说哈，你不要见到女的都有想法哦。哎，你哪点证明他见到女的就有想法啊？哎哎，我郑重给你声明，我在跟他说话，不关你的事。哎，不关我的事啊。哎，我带你来嘛，都是要找哎，错过了，我在给他说话，不关你的事。嗯，你看你这个色狼样子哦。哎，你就是要找个老婆吗？哎，要找个好的噻。我看他长得像万里一样，要是王小姐晓得了，肯定不得要你噻。哎，那你就说错了。我一看到他呀、啊，就想要他。哎，哎，你人哪个是恁个样子了？哎，越说越起劲儿了哈！我在给他说话，不管你的事。你要是懂事的话，都去把王小姐给我喊起来噻。哎呀，他就是王小姐。哎，他那么是？嗯。是说不得，啷个长得恁个好看呐、啊？眼睛恁个大，鼻子恁个高，嘴巴恁个小。哎哎哎，错过了、你还是回走啊？算了，你说这些风筝话已经晚了，错过了，走，我们回去。算了了哟，走。我话没说清楚吗？是因为认不到你们噻。等牢房的问题解决了，你们再多去走也来得及噻。反正一句话，我们老错答应的事情，我王小娇还是要给你办的。那从现在起，我们两家没得来往哦。哎哎哎哎哎哎，等等我，等等我。你跟他说嘛。我走嘛。把牢房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啊，是个耙耳朵。在配合他。他在公司跑小米的事情，让他老婆晓得了呀，他就要吓得喊天。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憋他。哎呀，他敢不还你们方老虎公司的钱？听到没有？等等，哎呀，站到嘛，等把老婆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配合也来得及噻。等等，等到噻。哎呀，莫走，哎，等到，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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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听哦？卓老弟，今天的事情嘛，办辛苦了啊！来，酒杯端起，我给你敬杯酒。哎，方哥，今晚上你恁个劝我的酒，是不是我有些地方得罪了你哦？要是你有话的话，你都明说。你晓得我那个人是钢管装到肚皮头，上头直通下头的人了、哦。哎呦，我说你也是哦，平常不请你吃饭喝酒啊，你要留到我吃豆花儿。今天安心请你喝酒呢，你要装起一个斯文的样子。我看你呀、啊，自从认到那个王小娇以后。你这样子个人都不自在哎呀老妈现在是初相会嘛都说这个第一次对象啊很重要所以那算了算了你也不要装了再装那腐女边还是要露出来
嘿，方哥，我才听一门给我传授了经验，说开始都要做正神，所以我才到商店去买了那身新衣服。一门的话你是听的吗？那个我还没有长心，在这方面的事他还没搞清楚，他现在还是一个风筝在天上放放单线。那你有那方面的经验都该传授给我噻。要依我说啊，你跟人家小小两个要真诚的相爱哈，都像早晨到菜市上买肉一样，看得久了看不久就退货，那是两厢情愿噻，免得后来又来抱怨噻，对对不对？这个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身啊！你说啥子？你说我是菜板上的肉啊？耶，方哥，你好理不比，你把我比成卖的肉？那个穿不起弯弯的根儿钱，八仙坐坐塞啷个的根儿龙，要防不防那个斗不起四面人无缘。脑壳莫要放马马啷个的个隆，哎嗨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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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老婆赚不起万贯钱，放老婆斗不起四面人。不到